现在我们现场有的是 Mr. Ivan， 你好。 你好，是非常恭喜 Hinlong Hardware MFG Sundaran Berhad 赢得了 Excellent Manufacturer of Hinges， 非常恭喜你。谢谢。是想问你现在当下什么样的心情啊？当下是很高兴，很复杂。是，但是最主要就是哇，今天可以上来赢得这样殊荣，上台领。什么都我可以得到这个奖项。OK，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，你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？有听说你拿奖拿得很凶啊。哇，那当然很凶。成功的秘诀就是在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就是不停的努力了。不停的创新。不停是迎合市场的一个需求了。对了。是是。那现在呢？你最想要感谢的是谁？我最想要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把这个生意流传给我了。还有我的公司团队们，的努力付出，才令公司达到一定的成就啊！谢谢他们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公司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计划吗？ 我想把我公司的门胚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品牌，然后扩展到去东南亚。哇，太棒了！立足马来西亚，放眼东南亚是很多人的梦想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这个 Hinlong Hardware 可以尽快达到这个目标。好的，那最后你有什么话想要对 LICTA 说吗？谢谢 LICTA， 给我个认可，让我得到这个奖项，真的是谢谢 LICTA。 好，今天也非常感谢 Mr. Ivan， 感谢你，恭喜你，谢谢。